哎呀，看到了对吧？看到了。OK，好，大家下午吉祥。上师傅说没，还没有给他权限，今天事先给师傅一下。已经给了我这边，他那个权限现在给一次都点不动了，好像给两三次才能点得动。已经给了，请师傅来录制。所以跟大家互持的双重功德。好，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讲解这个论文。那么我已经感恩大家的耐心陪伴与慈悲陪伴我这么一路过来，感恩大家的慈悲包容、接受与聆听，以及护持所有的善根功德。那么今天我们继续来论这个慢心，然后首先我们先祈求一下本师，本师慈悲舍受加持。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本师释迦牟尼佛，那么具足根本上师佛，那么具足根本上师佛，那么具足根本上师佛，祈求一切诸佛菩萨慈悲舍受加持。令我及一切众生身佛意自然流入佛知、佛见、佛智慧、佛功德、佛能力、佛辩才，自在的展现，自在的流入佛的所有功德，利益一切众生。祈愿恩师慈悲摄受加持，令我及大众及乃至一切众生，处处享福烦恼，调乐身心，具足修心六相。标准的弟子向欢喜追随恩师及我们佛陀行。家人一起修行，行佛陀行，救护一切众生。好，今天我们就，先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题目。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题目，就是降伏烦恼之理论与实践。而且这个理论里面呢，我们还没走完，我们还没走完这个理论。那么，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我们这个理论，现在还在灭除这个慢心所得到的利益。可能今天我们就学完这个利益，如果有还剩下时间的话，我们就到这个在佛经中降伏慢心的方法。好，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上一集我们已经学到了。如果我们灭除这个慢心，我们就一切我们所做的都能殊殊的以成就。那么我们昨天我们也看到顾问恩师恩赐了我们的一个修品。那么我相信大家每一个人这里都已经看了。然后大家也有很多很多的体悟，无尽的学习，赞叹大家的觉悟的智慧能力。我很惭愧，我不太会写，而且我的智慧也很差，所以在这里无尽的惭愧，而且很赞叹大家的善根功德和智慧的能力。那么我们也看到了啊，之所以就是有这个慢心，即便你去比赛，胜利在眼前呢，只要你跨一步，你就能胜利了。但是因为这个慢心被你搞的，是不是有这个慢心，所有的败坏形象都会跟上来呢？而且，即便眼前是该你得的东西，该你得的好事。但是还是被给自己的这个慢性狂妄知道给跑掉了呢？你扎了一点点这个缘，那个果就
没办法去成熟了，你也没办法去获得这个修圣的利益了。那么只有我看的那个视频呢，就是只有差那么一步啊，或者是说只差那么一秒，但是你一轻慢一轻视，然后这个狂妄的心马上就出来了，然后随着这烦恼去狂妄了，然后下一秒就你的失败了。那么我们、想想在我们的这个人生当中，我们经历了过，有没有经历过相似这样的一些情形呢？我这个人呢、就是由于这个慢心，让我自己给自己造了很多很多的障碍，而且呀，就是眼前应该所得到的利益我都没有得。就是比如是考试，如果是考试啊，我经过了很多很多的考试的那个场合，但是因为我自己的这种慢心，自己认为自己是我背下来了呀，我应该这个时间段我都能做好的，我会做好的。然后前面啊，我就一直的慢慢的慢悠悠的去做题，我都没有去很快速的去完成我自己这个考试的题目。因为我认为我的能力这个水平我可以达到的，我可以完全掌握在手里，我可以通过的。但是我这个慢心呢，一直狂妄着，然后前面有时间不赶紧的去搞，你搞完了以后你去再审查，有时间你去再谨慎的去审查嘛。 No， 我一直在那里，一直在那里，就是很骄傲自大的，然后认为自己能够做好。但是结果啊，到了时间了，然后就赶紧的去跑，赶紧的去做的还是有漏洞了，然后没有拿到追告的那个评分。那么你看啊，我们这个人生当中，我们经历过了多少这样相似的场合呢？我们失去了多少的利益？我们所做的应该得到的，没办法得，就不能是，就不要说输数的一成就了啊，而我们就是眼前的该你得的就失去了。而且呀，我这个人生我经历过实在的太多了，小小的年纪，但是我经历了很多很多，就是因为我这种狂妄骄傲自大，我的这种骄傲自大真的是太厉害了，然后让我自己感受得到，让我自己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失败，真的是小人得吃遍长饱，这句话真的是很符合我自己，真的是很惭愧啊，因为我的这种骄慢之心，这种慢心把我搞的，哎呀，实在是太惭愧了，一直自己跟随的这些烦恼，喜欢搞这些烦恼，让自己该得好的不能得好，愿叔叔的以忏悔精进。那么如果我们灭除这个慢心，我们所做的不管你做什么，你都会很快速的能成就。但是你看啊，如果我们昨天的这些影片啊，他们比赛的当下，如果那个人他能灭除这个慢心，他成功之后啊，他再去狂妄，他再去倾注，那么这个时候也不晚了，不迟了，对吧？但是呢，因为有这个慢心，所以啊，
就是迈的那么一步都给别人沾上了。所以如果我们想快速的成就所有的工作，所有的利益，我们先应该把这个慢心给降服了。我们降服这个慢心之后，我们所做，不管你做什么，不管你修行什么，我们都会很容易成就。但是因为由于我们的这个慢心呢，大家看啊，现在我们就是这一年的任务就是降服烦恼，对吗？但是也是由于我们这个慢心呢，也让我们掰了多少次给烦恼了，给烦恼掰了多少次了。我们认为我们可以胜过烦恼，然后很轻敌，就是不看重烦恼，把它轻视了，我们这个慢心升起来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很容易被打败了。那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自己检查一下我们自己，我检查一下呀，我自己就是在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就是很容易被这个烦恼破坏，因为你才修改了一点点，但是你认为你已经修好了呀，我已经修好了呀，我已经现在已经很不错了，然后这个慢心马上就出来了，这个烦恼就马上出来了。然后在这个疫情的这个时间段里面，当你自己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是很艰辛了，但是疫情过去了以后，就很容易就放弃这种警惕了，就放松自己了，就不警惕了。哎呀，真的是太惭愧了。然后这样就给自己的这个烦恼钻个漏洞进来了。那么让我们自己败给烦恼，本来我们可以接住这个殊胜的这个因缘，这个逆缘让我们成就我们自己，但是呢搞了一两下，我们就马上就放弃了，这个慢心出来马上就放弃了。所以啊，这个慢心所在，我们真的不能得好，而且你所做的一切都不能得，那真的太智慧了。愿我们所说的以忏悔清净这些恶业恶习，愿我及一切众生速速的以所作皆伴速得成就。那么我们如果远离这个慢心的话，那么我们所做的就很快就去成就了。希望我们通过昨天的这个视频的这个演示，让我们能够彻底的去觉悟这个慢心狂妄之心，让我们时时刻刻的警惕自己对于烦恼，还是对于任何一个事情上，我们都能够时时刻刻的小心谨慎对待任何一个事情，都很真正的不要一下子就觉得认为自己能够做好了，自己能够做到了，然后自己就胜利了，下一秒就不知道是什么了，是吧？所以愿我们能够迅速的以灭除这个慢心，能够真实的得到利益，真实的能速得成就。那么远离这个慢心呢，我们还会能得到什么利益呢？就是在这个大方广宝，
老师的寂静里面，有说过这个灭除这个慢心，公告我们这个心态。然后你在你这里，佛法，一切佛法都会归流在你这里，都凝固在你这里。因为我们啊，这个慢心，公告我慢之心，这个骄慢公告之达太多了，多到什么时候？多到我们就是每一个人行举止及心动念当中都会带着这个骄慢共高之道在这里面。所以我们现在的这些佛法不能归流于我们在这里来。我检查我自己啊，就是因为我太轻慢佛法了，所以这么长的时间段，我都没有办法遇到甚至是遇到佛的真实的修行人，也没有真实的遇到佛的真法，所以让我耽误了10年多的修行过程。一些佛法在我这里不能建立起来，因为你成天去搞贪嗔痴慢疑的事，然后轻慢佛法，公告我慢，骄傲之道，真的是没办法去遇到真实的佛法。真实的佛法在你这里没办法形成，没办法遇到，没办法建立起来。我经历过这种果报，所以我自己觉得自己深深的能体会得到这种果报是多么悲惨，然后也很后悔。后悔什么？后悔我之前的，你看啊，之前啊，我连我走路的样子，连我说话的样子，别人都能感受到我这种慢心所在。在别人眼里，我这个人啊，就是彻底的败坏形象了。但是我还是在那里骄傲自大，公告我们，我觉得我挺好的。然后我觉得我怎么怎么样，我就是最高的，我是最好的，我都是老大。在我的眼里，别人就是不算是个什么，我才是最大的。那么我自己是这种人，公告我们骄傲自大。我觉得我做什么我都能做啊，我做的挺好的啊，什么什么等等等等等，我总认为我就是世界上最低，别人没有我好，所以我不会去尊重还是去恭敬任何一个人。即便那些人他很高，他比我好得多，但是我在我眼里他们能算什么，他们能做的我也能做。所以啊，我就很狂妄，很骄傲自大，功高我慢多了去了。在我的这个朋友的这个圈子里，还有我的这些师兄师弟啊什么的，我都觉得他们没有我好，他们没有我厉害，他们没有我能干，他们没有我能学习，他们没有我怎么怎么样，就是我总搞这些，然后轻视别人，轻慢别人，在那里共感自达。哎呀，实在是太惭愧了。我知道，连我的这个师伯，我师父去世了以后，我师父托付给我的
师伯来管我们，但是因为我的这种娇慢公告自大，我都不会把他们看在眼里，我从来都不会认为他们比我高，他们比我好，然后我就不服从嘛，我就不服从。我说之前真的是太惭愧了，做什么我都昂首挺胸的，然后就是我不会去低头去给任何人，我不会去服从任何人。然后我的那个师傅，他也很对我也很刻薄。我已经很僵硬了，但是他还比我僵硬。然后我们俩在那里斗啊，哎呀，把我的师兄师弟啊搞得很痛苦。我因为我们这边之前就是因为他替我们的师父管我们嘛，但是我不服从他，我的慢心讨大，我都不，他们我的师兄师弟啊，看到我的那个师伯，他们马上就是恭恭敬敬的，然后嘻嘻哈哈的跟师伯在一起，但是我就不服，我就不跟他们在一起，我就不喜欢他，然后我就不听他话呀，然后呢，我的到了我师父的纪念日啊，所有人都会去他的寺院去请他来办理我师父的那个纪念日啊，但是我就不去，我师兄们让我去，我说我不去，你们去，我不去。但是后来呀、哎呀，他们到师父我的师伯那里的寺院了，然后师伯说你真路呢？真路怎么不过来？如果他不过来，我也不去。大家看啊，然后呢，哎呀，然后我的师兄师弟啊，他们在他寺院那里很远的路啊，坐八车，应该坐了七八个小时左右啊，七八个小时左右，晚上10点去，早上。5点差不多才能到他们那里，但是你看啊，他们几个兄弟，我的师兄师弟啊，他们都到那里了，但是劝了我，因为我不去嘛，我没有听他们话，我不去，我说你们去，我不去，然后呢，他们就马上就去了，然后我自己一个人在寺院里。然后到了师伯那里，他没看到我，他也牵起来了，他说没有这路，我就不去。然后我的师兄啊，要打给我打电话求着我，哎呀，你要过来啊，你不过来，他不跟我们回去，那怎么办？师父的那些事宜，哎呀，把我搞得我也就自己得下来了。很惭愧哦，因为我的这种傲慢就打让我的这些师兄师弟啊也受着连累的苦了。然后大家看啊，在我的这个慢心骄傲自大公告我们这个业习烦恼是多么深重，尽管是对我朋友啊，还是对于自己的家里人兄弟姐妹，或者是出家了以后对待师父师伯师兄们，还是对待任何一个人，我的这种骄慢功高自大时时刻刻都展现流露出来，狂妄到什么时候？狂妄到别人一看一眼就看出来我的这种骄傲自大的这种狂妄之心，所以我给自己败坏了很多很多的善根因缘。所以后来还好就是去了中国，然后自己还能知道自己走错路了，然后去求善知识，要不然我真的这一生，你看我到了中国，但是那个时间段我还是没有
没有能够去除善根因缘去学法。我一直的，就是对于佛的法很薄弱，没有真正的去学过，所以在我这里，这个佛法的智慧实在是太少了。之前学习的，在佛教的这些伴侣去学习的，大部分都是只学个名词而已，没有真实的欺入佛的真实智慧，而且，很惭愧。由于我这个慢心招感来，不能真实的遇到这个真善知识教佛经，教我经典。即便是去了学校了，但是你看这个是《三业道经》，学了一个学期，快完了，我们都还没有进入内容。你看每天在谈个什么？在学个人嘛，所以啊，真的是很惭愧啊。我当时我也没有好好的去学，所以我招赶来的都是那些皮毛上的这些知识。所以在我这里，佛法就没办法留位在我们这，在我这里。那么这个果报啊，我深深的去。尝过这个果了，真是太痛苦了，没有佛法真是太苦了。所以后来遇到了师父和会长和我们的恩师佛，我才好好的去学习。所以当时我就舍弃了一切，我舍弃了前途，就专心的去求法了。我就不想去求这些世间的名闻利养。所以直到现在就这么两三年，我才真正的去学习佛经，学习经典，学习佛法。所以希望我们都能够把这个慢心给降服，让我们真实的能够得到这个佛法的利益。让我们的这些佛法都能流归到我们自己的这种心田上，让我们真实的能够得到佛法，真实的能学、能修、能行佛的正法，佛的法在我们这里都能展现的出来，要不然这个果报太恐怖了。这个慢心得让我们自己真的是痛苦太多了，那我们没办法去得好啊。但是我们还是这副样子，骄傲自大，公告我们没有去好好的去降服他，去排除他，戒除他，而整天在那里。让自己这个慢心越来越膨胀，那么希望我们每一个人真实的能够把这个慢心给降服，让我们也能够一切佛法都归流到我们这里来，愿大家早日的成就。好，那么先灭除这个慢心，还能够得到什么样的利益？另外一个在《佛说海龙王经》当中也有说过。如果你有这种事可以让你能得直欲三有，那么你哪四种事呢？就是不慢，而且还要没有这种强取。强加共轻，柔和顺言而不自大。然后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些，你能柔顺柔和调柔自己，能去受别人的
研究，那么我们就会能够得到诸欲善有。那么我们再想想，我之前现在去学习这个经典之后，我才发现，我才意识得到，我之前为什么我一直都遇不到善知识，遇不到善友，而我的周围，我的所有的朋友圈圈里面都是恶友，我的朋友之前都是恶友啊，都是吃喝玩乐，然后无惭无愧那种朋友，没有一个正经的朋友，因为我有这种慢心、强取、不恭不亲、刚强难化、不听别人的教诲、共高自大，所以在我的身边就招赶来这些恶友、魔友，而不是善友、佛子的菩萨法语。所以这个果报啊，真是很惭愧。我一直在这些魔圈当中，一直执欲的都是这种魔的伴侣，而不是善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我跟着他们只去造这些恶法，让自己不能得好，贪嗔痴慢疑、杀盗淫妄酒等等等等，就是什么恶法我们都造过呀，什么恶法我们都去跟着朋友一起去造这些恶劣的行为。那么直到后来遇到我们的会长和顾问，才这个时候，在我去中国之前，那个时候我才离开了这些恶友。到现在我没有去跟他们联系，也不敢接近他们，因为第一，我还没有修好我自己，我自身的没有具备能力去度他们，所以我都不敢去跟他们联系，一直还有继续交往。就是去中国之前，我就直接把他们给甩掉了，我就不随他们了。我知道我自己走错路了，我要求正路，所以我直接的跟他们说，你们爱怎么玩怎么玩，就不要叫我上来了，我要学习，我要去搞我自己的事业，然后我也没有时间去跟你们去扯这些不该行的法了。这个时候我才真实的去离开这些恶友，真正的去学习。如果当时我还是跟着他们的话，我真的是没办法去求善友。因为你看啊，我到了大学的时候，我还在跟他们一起玩啊，然后就被他们引的，他们叫我往哪去，我就跟着他们往哪去啊，因为好玩嘛。然后他们说我本来就是考的时候，我就想报名到这个汉语班的专业，但是考完了以后，考上了大学了的时候，我的朋友就说，你选那个专业干嘛呀？
你又不去留学，学那个专业干嘛？学那个专业就没办法去玩了。我一听啊，也挺道有道理哦。然后我就跟着他们，在这个一般的这种专业，在2年在这种一般的那些学生混了。还好，幸好我才学了两三周以上，大概这个快结束一个学期吧，我不记得这个时候了，好像也快结束了，半个学期了，1个月以上，然后。幸好我注意了那个师傅啊，他是这个汉语班的专业的那个副长，他教我们汉语班的这种古代汉语的。但是我在因为这些古代汉语的这些字啊，我有在复习考上大学的时候，我都学过了。我一看我就知道这个字是什么意思，这个字怎么翻译。我就可以用粤语来翻译的。当时我还没有知道中文是怎么说，但是我会，因为我们这边的出家人，每个人都能看懂汉语，都能看懂古代汉语。其实没有学这种普通话我们不会说，但是我们看。汉语的人，我们都能翻译得出来，都能用粤语去翻译，用古代的那种汉语。然后，幸好得到这个老师的引导，然后他看到我在那个班里啊，就是学得马马虎虎的，然后他就让我去试一下。学这个，汉语专业的这个，办理，所以我就，那就试一下呗。然后我就过去的时候，我看到他们说这个汉语巴拉巴拉巴拉说的很多很多很多，说的好流利啊。然后我就开始，哎呀，我也向往了，我也想学汉语啊。然后我就回去跟那些朋友，说我要学习汉语，我不要跟你们玩了。这个时候我才舍弃他们，争执的不跟他们，每天去玩了，然后这个时候才开始真正的去学一点东西，然后幸好我学到了汉语的时候，读完大学的时候，我老师还能让我去读研究生，这个时候。真的才能够现在跟大家一起交流，才能够遇到师傅，就是到遇到师傅。要不然我一直跟那些魔友一起混的话，不知道现在我就混到什么程度了，不知道我会往哪里去，往三恶道里去，还能往哪去啊？对吧？所以啊，知遇善友，当你。能够舍离你这个慢心，这种强取心，你真正的去求法了，你真正的去恭敬别人，你调柔自己下来了，你这个骄慢自大这些狂妄的心态，你能够调柔一点，能接受。只有智慧人的教诲，这个时候你才能真的能值遇上人。后来啊，我在中国的时候2年前，就是前2年，我一直的拜佛忏悔啊，然后去求啊，去找啊，找的好辛苦。哎呀，我那段时间真的找的好辛苦，好辛苦啊。有的时候，我一个人，去
跑来跑去的去找善友，去找人教我佛法，哎呀，太痛苦了。然后，就是我的朋友他们都不跟我一起嘛，那些跟我出家师傅的，我的朋友的那些出家师傅，他们都在别的学校学习，很远。家人要么贵阳，要么是安南宁，要么是上海，要么哎呀北京等等，他们各跑各的，各跑各的很多很多地方。然后我只有我一个人在云南的时候，就是我只有一个人，我去求法，我的朋友他们都觉得很惊讶，我为什么过来中国的时候我已经改变了很多。他们见到我的时候也没有以前那么狂妄了，没有那么狂妄了。然后我整天就是去找善友啊，去找这种能教我佛法的人啊，然后一直一直这样去求下去，最后想遇到我们的真善，就是我们的这个佛陀行，这个善友对家，我真的是太幸福了。我现在能够跟大家在这里一起修行，一起学习，真的是很，是我最最幸福的、最荣幸的一个事情。因为能得到善友，能得到真实学习佛法的人，真的太难了。我经过那段时间，我真的是觉得真的是太难了。求能得到佛法，能得到善知识，真的太难了。所以后来让我去舍个什么，倒是除了佛法我都不舍。然后我也是因为这个，我能够遇到善友，能遇到真善知识，遇到我们这个家，实在是太难了，太困难了，我才能遇到。所以我很珍惜，我不会，我舍什么都可以，连我的命我都可以舍，但是让我去舍我们这个家，我就不会去舍。然后也是因为这样，我就舍弃了这个美国的这种绿卡，办绿卡的这种机会了，因为他们让我舍离我们这个家，舍离我们的这个家，舍离我们的这个山知识山友，让我不要再跟大家一起学习了一段时间，能够拿到绿卡了以后再回来，我就不肯舍去。因为你能够得遇善知识真的是太难了，能够遇到大家一起修行学习真是太不容易了。你现在你舍去了，不知道什么时候你才能回来。万一舍去了的时候遇到的都是恶缘，然后给你搞的就是像以前那样的那种那些困境，那怎么办呢？我要往哪去里去啊？所以我真的是我舍什么都行，但是让我舍三六三支持，我真的没办法，我不会去选择。所以很多那个我认识的那些人呢、他们骂我了一顿，然后有的就是我不听他们话嘛，我不会去舍三六，我不会去舍我们这边这个家，所以啊他们就舍离我了。三六果我还是很高兴啊，因为我能够跟随着善知识善友一起学习，一起修行。那些他们那些利养，那些名文，那些利啊，我都不想要，连这个文凭，这个马上毕业的这个文凭我都能给舍，我何况这些名文利养世间的所有的这些。所以当我们真实的能够谦卑下来了，然后能学着去恭敬别人，去调柔自己的语言、神态、表情、动作等等这些形态、这些动作、这些言行举止，这个时候
真的是才能得到德育双修，德育双知识。如果当时我还是这种骄傲对吧，公告我们去求法的时候，可能我真的遇不到我们的恩师傅和会长和大家。说真理真心话就是这样子。所以后来大家知道我去中国的时候，我还是很相应的，也是很骄傲自大的。我跟我朋友说，我到了中国，我要走遍了中国我才回来。因为你知道啊，我这个越南的每个省每个地方，我几乎每个南方北方中部中南部西部我都走过了，我都每个省每个地方几乎每个部位我都踏入进来了，我都走过了。所以我骄傲自大，我说我到了中国我要走遍了中国我才回来。但是后来我到了中国了以后，因为也是觉得自己走错了嘛，要回来了。所以我这个时候只要么是学习，在学校学习，要么是去看经典。那些朋友让我过去他们那里一起玩的时候，巴不得已我才走，要不然我就不喜欢走。然后后来遇到他们，我的言行举止也没有以前那么狂妄了。这个时候他们真的是说，哎呀，是什么动力让我改变那么大呢？让我真的是去改变自己的这种形象，骄傲自大的这种形象这么大呀。然后我从我说话的样子，从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他们每个人就是不管是跟我走得近跟我走得远，反正是见到我以前见到我和现在见到我的人，他们都觉得就是两个人。因为这个时候如果我真的是用这种骄慢强举，然后骄傲自大，不恭敬不调柔，刚强难化，这种骄傲自大这种去求法的话，可能我也没办法去遇到真善知识，遇到善人。所以我们能够在我们这个佛陀行之家跟随的善知识会长和各位法师的引导，跟大家善友一起修行，一起修改我们的过失，让每天都能发起善愿，发起大愿，真的是太荣幸了，太幸福了。所以我很想守护我们的这个家，不要乱走了。所以真的是真的是很惭愧，我自己的这些恶业而行，让我自己给自己造来很多很多的痛苦，而且让我遇到很多很多种的磨难。所以愿我们速速的也把这些慢心给降服，真实的永不骄慢，永不强举欺狂，能够常常加倍的去恭敬尊重别人，能够调和顺从别人的教诲，而不自告自大，真实的去收善知识善友的这种言教，让我们能够真实的止于善友，止于善知识。要不然你遇到了你不接受，你还是刚强难化，那善知识也没办法。因为大家看啊，因为我们的这个慢心呢，让我们不会去接受别人的劝导，别人的教授，我们都没办法去，他一直硬邦邦的在那里，他不会
恭敬跳楼去接受别人的任何一个指点，或者去接受别人的任何一个教诲，那么这个时候你尽管你遇到了，你也没办法得利，何况我们没有遇到，对吧？但是我们现在已经遇到了，对吧？我们这个家里每个人都是能够遇到真善知识，能够一起跟这些善友一起学习，一起修行。我们每个人在这里，我们都能够享用这个功德与利益，但是我们能守得住还是守不住，是看我们自己了。如果后面我们狂妄自大了，可能你也会舍离这个家。所以愿我们永远消除这个慢心，让我们这个利益啊永远保持下来，永不会破坏它。要不然你这个慢心一起来，你可能会舍去。为什么？我上一周啊，你上一周不知道哪一天啊，幸好智慧先贤啊没有升起那么大的恶心，然后也没有那种像以前那种以极大的心力去造啊。幸好这个智慧跟前了，要不然我也会在这里造了极大的恶业。为什么呢？你看啊，这个周刊啊，这个特刊啊，刚刚出来的，对吧？在这里我相会常常悔，因为我的这种慢心还是流露出来的。这个是特刊已经出来了，但是我不知道啊，然后我也没有收到这个翻译的这个文档啊。然后这个时候我看到我在网络上我看到还有一个周刊特刊出来了，但是我完全不知道为什么不跟我说呢，也没有给我文档去翻译呢。然后我看粤语已经有人翻译了，我就很恼火了，我就说我就想不需要我就算了，我搞我的，我还有很多经典还没有翻译完，我还需要那么一点点吗？那么这个时候我的慢心，我的这种骄慢公道自大，我的这种慢心马上出来了。然后马上出来的时候我就开始回来，我就把他拉回来，我就不让他继续这样走，我就说反正是不给就给嘛，不给就不给嘛，不给也有他的道理，或者是说他不给也是对我好的，或者是说他什么样的视线都是殊胜的，都是好的，你不要乱搞，你不要乱扯，你马上去呵斥他了，然后这个时候他才不会继续吗？然后我就想，之前到现在本来师父就没有给过我个这些嘛，我都是我去求啊，那为什么你现在不去求来呢？那你不去求来，你在这里还乱搞个什么？你还狂妄自大个什么？你算个什么东西？你在这里，你让我升起这个慢心出来，然后我就马上就去向会长去申请了呀，去向有这些文档的人去申请啊。我为什么要跟随着你这个烦恼呢？那个这个时候，幸好智慧跟上，就是前一个念头。这个恶心出来的时候把它压住了，幸好智慧跟上了。如果我这个时候继续搞这些烦恼的话，是不是或者是要么是发恶趣愿，要么是真的去生气去了，然后去搞慢心去了，去搞这个嗔恨去了，那么是不是我也舍离我们这个大家善友了呢？可能自己也给自己踢出去了呀，是不是？很有可能把自己推出去的。任何的时候他都会很危险，
危险性一直一直等在我们眼前。如果我稍不一留不留神的话，稍不留神的话，他的这些慢心烦恼心马上就给你占风头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智慧先贤啊，才能把它压住，才能 不要继续跟随着他去造恶业。所以我们这个每天熏习，每天学习这些烦恼，研究这些烦恼，实在是太有用了。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去学习，没有去真正的去研究这些烦恼的时候，我们没有去留意去降服它的时候，很容易就被它拐跑了，很容易就上它的当了，很容易就跟它扯一块去了，然后去继续去造恶业去。那么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时时刻刻的真实的降服，远离这个慢心，远离这个骄慢，功高自大，常取欺皇，刚强难化这些恶业行为，让我们真实的能调柔自己的身心，不骄不慢，不缠不取，常常能够恭敬尊重任何一个人，能够调柔柔顺别人，能够受别人的教诲，能够真实的永恒得与直欲这个三有三知识。要不然我们这个慢心，它任何个时候都会有危险性，它都会有这种破坏性，它都很容易让我们上当，稍不留神我们就上他的当了。然后还不迟吧，他不是那个时候让我升起这个烦恼了，他那一天啊一直一直的绕着，但是他每一次绕着这个烦恼起来，我就把这个智慧跟上了吧，你知恩感恩知恩报恩这种心态给他联系上了，然后去念呢，这个烦恼就会破坏善因善缘。你时时刻刻的去念了这个恩师所教的这些妙法，去思维去观察它，然后经过了一天跟他扯了一天，扯来扯去扯来扯去，他一直的围绕着我，一直的拉着我，但是还是让我们自己的这个智慧给根上给压住了，然后后来才彻底的消除这种恶心的这种念头，这种烦恼相，他彻底的就是没办法搞我们的时候，他才罢休。要不然你他不会那么容易放过你的。所以我们这个恶业恶行实在是太无功用行了，然后他在骨子里啊实在是扎得太深了，然后如果我们的这种智慧没有坚固下来的时候，没有真实的扎根下来的时候，真的是很容易去造恶业，很容易去跟自己的烦恼跑。那么希望我们每个人乃至一切众生都能够真实的远离这个慢心，灭除这个慢心，能够在解除这个慢心的所有的利益当中，我们都能够得到，都能够自己把握在自己手里。好，那么今天时间也到了，就先学到这里吧。还是这个利益还没有学完，很惭愧哦。下一周我们再继续学习，继续研究这个慢心啊。希望我们通过这一次学习，我们大家
也能跟我一起忏悔这些慢心的恶业恶行，也能够得到当中的所有的利益，速速的以降伏烦恼，调柔身心，真实的拯救佛的法器，真实的能遇到善知识所住解伴，一切佛法都在我们的这里形成，都能归流在我们这里。好，今天我们就先学到这里。感恩大家的陪伴、包容与聆听，我已经感恩大家对我的所有的成就，愿大家也速速的有成就，我已经感恩大家。好，那么今天就先学到这里，恭送会长、所长，恭送各位法师、各位同修，大家吉祥如意，愿大家速速降伏烦恼。好，我放麦了。